上一次亚洲泉州制造国际个节目很场。今日带来关注的焦点是系统。去年底啊，过国嘞，啊，中国同澳门之间的大洽签约，经过三十五度谈判嘞，总算完成一个投资个协定哦。啊，当然嘞，希望小潮，啊，澳门入到中国个下个投资相关个将来，啊，到底会带来呢？第二样向诺，今日请到个系台湾大后街廖洲研究所蒋富聪教授来为大家做分析。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你别只摸玩球啊！托卡卡天气台就频道收看之外，另外透过我们永路红的 YouTube 也有 p a r k e s t 跟平台做些收看同收听。教授，当然我们想请教说，像这个呃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谈了七年，三十五轮谈判，那终于在去年年底赶在这个跨年之前通过了。当然到现在已经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了哈。那我想请教授来帮我们再稍微分析一下說，说这样的协议呢？ 它会为中欧双方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有哪些看点可以看？刚才主持人的点的非常好，这个协定是谈了七年了，哈，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那敢在说去年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号签订，那它的意义是很大。第一个就显示说，在后疫后疫情时期，中国大陆跟欧洲它是都有经济利益的需求，所以敢在这个时候赶快签了啊。那中国它的一个。 这个这个策略是希望说能够在美国拜登拜登总统上来之后，他会尽快去恢复跟欧洲的关系。在跨大西洋关系恢复之前，中国希望说捷足捷足先登，先把它签下来，把中欧洲的市场把它拿下来，所以才会在这个协定里面，我们看到说中方的让步是比欧洲联盟还多。是。那你刚才问到说这个对双方的贸易是有什么影响？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 哦，我们可以看说，这个综合投资协定的签订之后，是下一步就是双方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哦，那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是>那那这个协定里面，中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让步。是。哦，在过去欧洲里面所坚持的，在智慧财产的检讨以及它市场准入，啊、哦，以前的话就是限制很多，欧洲企业要到中国大陆去投资，是、哦，必须要做技术转移。啊、哦，那。 国营企业跟这个欧洲企业合资的时候，那它限制它的一个利润的汇出，或者是中国大陆国营企业的补贴很不透明化。是。那同时，在欧洲企业在中国大陆在生产投资的时候，一些关于投资相关的一些一些消息、法律规定啊，是。比如说他们的一个投和投资企业法的一个转变，<對>或者是内部税制的改变。 这些以前中国大陆都没有开放给这个欧洲企业去获得，<是 S 2> 那在这一次的协定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都给欧洲企业啊，满足欧洲企业的需求，所以才在这个十二月三十号才会签订了这个协定。是，老师，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想到，其实中美贸易战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而打的嘛，<是 S 1> 也不禁让人会联想到说，就是说，包括像去年的这个时候， 美国跟中国之间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似乎也是想要取得这样的条件。那欧盟是不是也是有意想要透过这样子来取得跟美国一个公平竞争，或者是有一个对等的机会呢？当然，在这次我们看到说，在十二月三十号签订这个中国投资协定之后，欧洲的大报媒体啊，都一致认为说，哇，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 哦，但他他们相当期待说，未来跟中国的这个投资或者未来的贸易往来都能够朝向像这个协定里面所写的内容公，公平公平竞争，然后一些透明化啊去发展。但是国际间就有很多专家学者是打一个大问号了，哦<是>，因为中国大陆在过去对国际法的遵守是被很大的的名在外了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看了香港的议题，对香港议题，它明明在一一一九八四年。 就有签订所谓中英联合声明，上面就写得很清楚，要保障啊这个香港五十年的啊现状啊，那这个现在被推翻那国际法上面，特别在联合国体制里面，一直在告诉中国说，你人权记录必须要改善，对新疆啦、啊、西藏这些问题都必须改善。那中国大陆都说这是我的内政问题，那不。 智慧，这些国际上的反应，国际法上面的规定。所以这个协定签了之后，我个人本人观察，期待是非常高，但是它成果能不能展现出来，完全都看中国大陆能不能确实去履行这个协定。所以等于说，它的问题有可能是卡在中国自己本身的未来可能执行的情况。但是我又想问的就是说，难道在欧盟内部对这样的协定也没有存疑吗？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我们说，欧盟它是一个二十七国组成的国际组织，啊。那说二十七国都一致没有杂声，那是不可能的。对。那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说，对这个协定的签署啊，波兰的反对声音是最大。为什么哦，那我们看到说波，波兰在波兰，它的一个国家战略取向来看，它是安全挂帅。是、哦。那特别是在在在它旁边有一个。 这个俄罗斯的飞地叫卡丁尼格的，对。那过去几几年啊，俄罗斯在卡丁尼格这这块飞地啊，他做了很多的军事活动啊，比如说军事演习，或者是他武器的部署。那这些的话，波兰他是跟他临近的，所以他的感受非常大，他认为俄罗斯的安全压力又来了。所以他在过去的几年，特别跟川普合作的非常好。是。那川普也也给他非常多甜头。 比如说，我们说去年七月啊，那他他川普要从美从德国要撤出一千一<對>万两千个部队，那有大部分是在移防到到波兰来，所以波兰是很高兴的啊。所以说，基本上他是目前波兰它走向，它是从以前的支持中国啊，转变成支持美国，完完全都是因为经济安全考量。那所以说，他现在提议说。 签了这么大的一个一个协定，跟中国，<對>中国他现在是美国的对手，那应该波兰认为应该要跟美国先商量之后，再来确定最后的一个一个一个决定。所以光从波兰这一直也看到说，其实二十七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国家他就不赞成了，那他就是一个变数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因为呃，据大家所知，这个协议其实主动的推主要的推动国，我们都知道是德国在后面力推，但是呢。 当他要执行的时候，欧盟的主席国又轮到法国，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变数呢？现在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是轮到呃葡萄牙了哈。嗯、那我先来解释解释说波兰他他他的他的对这个协定的一个看法哈。那波兰他我刚才讲过说，是安全考量，所以说他支持说英国呃应该先先跟美国智慧一下，跟美国协调之后再来签这个东西。那 你刚才讲说波兰反对，那会不会对这个协定的后续的签署会不会造成影响？<是>那答案是是应该是否定的啦。哦，对，波兰的一个力量不会把这个协定的签署全部推翻掉。我们回归到这个法律面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哦，根据这个欧洲联盟条约第两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国际条约的签署那必须要符合程序。<對>第一个就是说你签了之后。 那必须要回到这个部长理事会跟欧洲议会的表决。是。那所以说，欧洲议会现在就要讨论这个这个协定嘛。啊，有些人认为说，欧洲议会是反中国的，这、就是民主的，<對>他会会 b 格让他不过。但是我的看法是哦，因为这个协定的推手就是德国跟法国。是哦，那这两个国家在支持之后，那我们投射到这两个国家，德国跟法国在欧洲议会的。 他议会的力量就可以得到答案了。是，我们说在欧洲议会，它有八大党团，哦，总共加起来有七百零五个啊，这个议员。那根据两百三十八条的一个规定，你必须要采取条条件多数决，也就是说要符合五五六六六六五的原则了。所以五五百分之五十五个这个会员国数量跟65，跟六十五百分之六十五的总人口数量。 那如果说从会员国数量来看的话，对百分之五十五就是二十七国里面十五国要同意，<對>那相反的十二国反对才能够推翻这个协定。那波兰有有其他的好友会支持他反对的意见吗？看下去大概就是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些国家了。是。那除此之外，北欧国家他也很检讨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但是他在对这个政策里面。 基于后疫情时代，北欧国家也需要赶快恢复经济，需要中国大陆市场，所以他基本上北欧国家他是态度是倾向支持，那这样就很清楚了。只有中东欧这三四个国家可能是反对，那绝对达不到十二个国家反对的推翻这个这条、個、件多数决的一个标准。是。那再加上说德国跟法国在欧洲议会里面，对啊、哦，他控制的。 前三大党团的力量，第一大党团是欧洲人民党，它有一百七十一一百一百八十七席。对，那第二大党团是社会民主进步党，哦，是，到它一百四四十六席。第三是欧复兴欧洲党团，嗯、那这个党团是这个马克红所领导的这个共和前进党，他在控制的一个一个一个党团。所以前面两个党团是梅克尔可以控制的。哦，我们说歐，我<對>最大。 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团是每个的好友 Manfred Weber，他当党党主席。啊，社民党的话，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德国社民党里面的大将在里面。所以这三个政党党团，如果说支持这个议案的话，加起来是超过绝对多数三百五十三票，他总共加起来是大概是四百三十一票。所以，所以在欧洲议会绝对会会有一些辩论。 跟一些波折，但是通过的几率应该是蛮大的，所以他的变数，老师，到这里在分析他的变数，其实是小的，非常小。对，那我的预测应该快的话会在今年九月会通过，因为今年九月是梅克尔下台的时间，是那欧洲联盟在德国的一个主导之下，会跟中国签订这个协定。梅克尔他是希望说他在下来之前完成他这个梦想，可是他继任者其实也是刚好也是走他的路路线，不是对。 葡萄牙也是支持的，哦<对>，那法国它也是支持这个政策，啊，所以说德法支持，在我们看到说欧洲联盟的政策，只要这两个大国同意，基本上，啊，会有一点波折，那最后都会成功。所以说我是我是个人是比较相信说这个协定会啊会会通过的。那大概最后一点时间，就是说，另外像这样的协议它带来的影响，台湾需不需要有所关注呢？但台湾当然是非常关注这个发展，因为所有的。 中国跟欧洲联盟的一些关系发展，都是台湾重视的重大重大 issue 嘛？那台湾当然是很担心，说我们的未来跟欧洲的贸易会不会受到影响？那这一点我个人是比较比较不担心的、啊，因为本身我们对外的贸易跟欧洲的贸易数量就不大。对。那反正我比较高兴的一点就是说，在欧洲联盟跟台湾或欧洲联盟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发展里面。 有一个潜规则叫做“中国优先”，是哦，喔、所以说今天欧洲人们先跟中国签了这个投资协定之后，那么台湾要跟欧洲人边签的双边投资协定，那就指日可待了。是是，好，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大家继续来关注的就是现在欧洲很关心的疫苗的问题。好，那今天欢迎哈，等下基秀呢过来带他了关心的是黑，那最近欧美内部同银管发生该疫苗争议，有可能要基秀来解释。 <music> 就大家来关心个逆题是黑 L G O 里啊，长时间个疫苗分配引起个争议哦，叫我们强调个系啊，汤王太后 L G O 年有所个穷富从高秀为台个来做分析。所以说，当然就是我先从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今年其实大家把这个聚焦在防疫上面，尤其是疫苗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像是有些国家认为说疫苗就分配不均嘛，也造成了疫苗贫富的差距。当然，我们先不看这个这么大格局，我们光看欧洲好了。 光是欧洲国家里面的疫苗的分配，最近就引起了这个英国跟欧盟之间的争议。那教授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来回顾一下，说欧洲的疫苗的争议到底起源于何处？那他们本身的疫苗政策到底又是怎么样？这个事情呢、啊，英国跟跟欧洲人关于疫苗的事情，已经从很单纯的疫苗争夺战变成政治战。是啊、哦，我们说英国在啊脱离欧洲联盟之后，他就觉得说，哎、欸。 我我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是。那疫苗，既然这家是我英国公司的啊疫苗公司，阿斯特捷利康，阿斯特捷利康，那我就可以哦比较大的影响力来影响他的疫苗提供是。但是欧洲人民他就就 argue 他说应该要照契约来走嘛。对。所以欧洲人民他就是在前几天就是非常生气的，还说要管制他的出口，对，對對要管制，要呼吁说。 阿斯特杰利康的话，你要管制他的出口，然后呢，要赶快给欧洲里面疫苗八千万剂是。那第一时间里面，阿斯特杰利康里面他的哦，应该是执行长，他就出来解释说，哦，在当初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哦，那是谈到说，阿斯特杰利康公司会啊、哦、尽最大的努力来提供欧洲里面疫苗，<是>而没有确定要给欧洲里面疫苗。那后来就是真的吵了之后。 那就把这个契约书拿出来看，那他才改变说法，在二十九号的早上啊，他就改改变一个说法說，说在契约上面，阿斯泰杰利冈承诺欧洲人民是三千一百万剂，是，而不是欧洲人民要求的八千万剂，是，而且是这是第一季度里面的，而且是尽量达成目标，对对？對對所以现在阿斯泰杰利冈跟欧洲人民的协调的结果就是说，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三千三千万剂。 那现在万剂的话还是差这个欧洲联盟跟阿斯利杰里干定的定的四万剂四亿万是亿这个剂啊，还少了非常多。对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欧洲联盟它的疫苗策略来讲的话，它不是数量不足的问题。我们看到媒体都一直在讲说，他们现在欧洲联盟国家里面施打的疫苗才才达到一趴两趴而已了啊，英国已经十几趴了。是不换寡换不均吗？是。 那确实哦，我调了一月，今年一月八号，欧洲联盟他所公布的疫情订购的数量，它<對>是向六家大厂对下单，哦<對>，那最大的就是辉瑞公司的哦六亿剂哦，<對>那加总起来，到目前为止已经下了这个两二十二亿六千五百万剂哦，<是>说这个数量是。 是欧洲那边总人口四亿五千万的五倍哦，是哦，所以然后他现在还还继续要跟两家药厂订啊，又要订了一亿六千六千万剂，所以加起来是总共欧洲人民是订了二十五亿两千五百万剂，<是>所以是总人口的五倍多，对，所以这个专家来看的话，这个数量要重复两次三打两次三次是绝对够了，而且还打不完呢、啊，对，而且现在问题就是出在说。 这个药厂它的出货量受到限制，<是的 S 2> 在疫情期间，因为他们没办法正常生产啊，那有一些啊，比如说这个阿斯利杰利康，它在印度的的制药厂火灾的问题生产线人力不足的问题，所以现在出货量就是变少，变少，那就是要周周全分配给他下单的这些国家，所以欧洲人边他现在也记得跳脚了，因为欧洲人边这么多国家。 都遵守所谓的欧洲途径，由欧洲人盟统一定，那发给二十七国，照二十七国人口比例的多寡来分配这个数量。啊，比如说德国，他有八千两百万人口，他拿最多了，他就拿最多，他就拿了百分之十九的一个一个一个药剂。那法国他六千七百万，是啊，那大概拿了十七八。 啊，西班牙四千多万，那拿了十一趴左右。按照这个人口比例去分配给这这些药剂给欧洲联盟这些会员国，但是会员国他现在的话就是说已经等不及了嘛。你现在前端的这些供货，阿斯特、杰利康就出了这么大的篓子哦。那匈牙利他就开了第一枪嘛，对，他就优先考虑说要走国家路线，他要自己要跟这个中国去定，俄罗斯去定，而且俄罗斯迎来了是。 所以这个的话，会不会造成说一个一个骨牌效应？说欧洲联盟其他的二十六个国家跟匈牙利一样，就开始走各自的道路，让这个欧洲联盟所谓的整体的一个一个疫苗策略被打打破掉，那就值得我们去观察。老师，那这样子哈，我先回头看，你刚有说像欧盟现在出了这个措施，他们也认了。站在英国的角度，他又是怎么看的？尤其是阿斯特杰利康，他是英国的药厂。 印度跟瑞典的合资药厂，还有两条产线在英国，两条产线在比利时。刚好英国脱欧了，是是不是也显现出其实英国在脱欧之后，其实英欧之间的沟通，因为这个疫苗问题产生一点离。我觉得这个跟他在比利时的两条生产线是没什么关系的。对，那我因为因为在商言商嘛，今天总部跟谁签约？那总部的话，他有下主导席的权利。 他把比利时生产的这个药剂要给谁，而不是由比利时他来来决定。可是比利时在欧盟国家里面啊。是啊，就就像说辉辉瑞对跟德国合作嘛，那在德国生产线生产出来的辉瑞的疫苗，在去年十一月，他竟然外销到德国之外的美国啦、加拿大、以色列这些国家，让他们去打。那德国人就是打不到。 所以德国人就要就要检讨说，这是 Made in Germany 的疫苗。对。那我们德国人看他眼巴巴的看他外销到其他国家去打，<對>我们自己人却打不到。所以这个就是说订单怎么订，那你就是要怎么去交货，<是>而不是说你生产地点在哪里。那在生产地点在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就可以自由去使用这些药厂生产出来的药剂，不是这一回事。是。那你刚才问到说。 强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哦<对>，强生是有一点把这个事件把它政治化，是哦，他要展现说脱欧之后我主权拿回来了，对这个疫情的控制我是百分之百主控权，所以我做的比你欧洲联盟还好。对，那第二个的话，他现在的话没有所谓的啊佛心的一个想法了。对。 之前佛系防疫嘛，现在不否心了，再也没有去想说啊，欧洲联盟、哦德国啦、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比我们相当严重，应该要给他一点药剂，让他们去缓的这个疫情。哦，现在这个想法了，基本上不只是英国，很多国家都慢慢淡化这种想法以本国本本本国主义为主，先把国内的疫情先控制好，哦，先疫苗先提供足够给英国用，然后再。 给其他国家用，这样子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种疫苗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最近这个新名词，没有错，我相当同意这个名词的看的用法了哈，也有所谓的疫苗政治学嘛啊。对，那这个说、啊、这个在我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人来看呢、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这个会特殊现象产生，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啊太过严峻，太过狡猾了，它的变种太多了。那接下来。 还要持续多久是一个长期的抗战，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尽量的话就能够利用政治手段去控制这疫苗数量呢、啊，控制它疫苗的影响力的啊，它尽量去使用，所以产生了这个疫苗民主主义啦、啊、疫苗政治学这个名词出来。老师，当然你刚刚也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包括像匈牙利，他就已经等不下去嘛。 反正大难来临，大家各自飞，我只好自己找出路。我找俄罗斯进口疫苗，找中国进口疫苗，所以以后可以看得出来，这这一次的防疫的资源调度啊，欧盟里面那部防疫资源调度，会是以后欧盟内部在协调的时候会产生的问题。对，没有错，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嘛，哈，因为这次疫苗新冠疫情的疫苗的出现，那也促使哈促使欧洲人他去思考一个共同疫苗政策。 啊，所以这个的话，就像台湾从 SARS 经验里面吸收很多啊经验过来是一样的。所以欧洲的内部，在接下来他会很严肃的去检讨这次疫情的一些政策啊、策略分配这些这些东西，而提出一个比较具体可行的一些一些防疫办法。那匈牙利走中国路线或俄罗斯路线要去取疫苗，那中国的角色是值得我们去去观察。是。 欧洲国家里面，现在啊，第一个拿到中国疫苗是塞尔维亚，是哦，塞尔维亚他已经已经有拿到了，对，已经已经已经跟中国啊下定了啊，那已经在塞尔维亚境内去试打哦，<是>那塞尔维亚总统还公开在媒体讲说，哦，这個、中国的疫苗非常好，我们百分之百信任中国的疫苗，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已经让其他欧欧洲国家看到，所以匈牙利哦。 他不是第一个，他看到有樣有樣学尔了哦，他已经有有在欧洲联联盟里面发出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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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这个想法。所以中国它的疫苗政策、疫苗外交，会不会因为匈牙利带动其他欧盟国家去跟着啊去重视中国疫苗，去使用中国疫苗？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但是我要我要回到说，欧洲联盟使用疫苗的一个基本概念<對>是。 来提供给观众去做个参考，就是我们说今天欧洲联盟他订了这么多疫苗，对，但是我们听到很现在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施打率才一两趴而已，对，哦，施打为什么这么少？哦，那原因刚才已经讲过，不在数量的问题，而是他施打的速度太慢、哦。我们说英国、加拿大、美国这些国家对疫苗它是采取所谓的紧急批准，对、哦，然后。 欧洲联盟是采取所谓的正常批准程序，那正常批准程序里面拿到这个药剂之后，欧洲联盟的医药署，他会必须必须对这个药剂，他去做一些药剂的稳定性、安全性的测测量，以及它的效率、防疫效率的测量。那做这两项测量，他必须多花三到四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这个也是看到说。 欧洲人民这么晚打疫苗的一个原因啦，那现在中国的疫苗，它的它的效率是只有百分之五十四左右，欧洲人会不会因为这个效率的问题去排斥中国疫苗？是值得我们去观察。